为了比较说他有多壮，我也牺牲，好不好？你看，我就说他瘦了嘛。就是一般三十几岁的肚子是这样的，但是他的是这样。哦。假的，对，他有十块，十一块吧，十二块，他下面那两块也练出来。哦，对了，对了，对了，侧面给机器拍一下，多壮啊！哇，壮呆掉了，是很精实。我在里面十八年了，所以牙山山已经25年。我们在里面混玩的都混了好多年。对，我们俩以前常混嘛。小康队他们常来，他们常来运动，那时候不给钱，就擦身过，等你很久。他以前常常到面，因为他要上热身，他都要先热身嘛。对，我们知道是吃肥的，他每次都是不穿上衣走的。哎，还好吧？打你，你不给我亲啊，你不能这样。对啊，对啊，怨恨他。还是不带你进来上课啊？你进来啊！我说不要，谁要跟一个这么壮的人一起跳舞？有怪！潘若迪在上节目，他最讨厌就是人家叫他出来露肚子露。我觉得这种行为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做来。因为腹肌太有名了嘛，大家把一下。真的露。我跟你讲，今天我来我很开心，说哇，这个这么漂亮的景又是新的，为了比较说他有多壮，我也牺牲，好不好？你看，我就说他瘦了嘛。就是一般三十几岁的肚子是这样的，但是他的是这样。哦。哇，真的八块肌耶！而且你像假的。对。他有十块。十一块吧。十二块，他下面那两块也练出来。哦，对了，对了，对了。侧面给机器拍一下，多壮啊！哇，壮呆掉了。是很精实，他是精壮。对啊，西威斯史特龙也输给他了。这个练的比例相当好哎。不是，因为这个花的时间比较多了。对，确实是花的时间比较多。你从开始练哈到变成这个型，要花多久？20几。大概这个型。没有，他是一直在跳。我一直在维持，其实我一直在维持。我从以前当兵退伍就开始一直，在当兵之前就已经有练，那当兵退伍之后就还是一直玩着，一直玩到现在就没有变，没有变就一直维持这样身材。然后重点是现在因为上来跳有氧操嘛。跳这种这个有氧的东西，你势必我其实不练，我还是有在运动，所以我的肌肉就不会消耗的这么快。哦，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运动真的是好事情。对，你看潘若迪一点都没有那个岁月的痕迹，一直保持很健康，而且那个皮肤跟我们状况不一样。看我这个，不能这样不一样。对，这样其实我们这个其实运动人就是这样，看起来是本身就会比较年轻。是不是？我们都从同辈，我们都六年级生嘛，所以当然一定都是。六年级生吗？你跟你六年级，我七年级的。潘老师，你这样，我们今天既然难得来玩，你现场编一个国光体操教教小康的。我叫小康的，对，有氧的，有氧的，是。我就觉得这样子，小康是有来玩过，不是他没玩过，他也在门口看。是，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一起，好，一起，好不好？我们带 OK 来，你带你了。老师给我一个120转1或者100转都可以。Give it go, give it go now. Come on, come on, give it go. 看你故意打的帅，操操。我光超一样飞速啊！请你跟我这样做，挥挥你的单手，再挥挥你的双手。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Hey, everybody, you say ho ho ho. Ho ho ho. Say ho ho ho. Ho ho ho. Funky dancing, funky go. Whoa whoa whoa. I say funky dancing, funky go. Whoa whoa whoa.放屁狗，你狗狗狗上面来，快去拜，快去拜，快去拜，换个裤子来晒。不要走掉，走掉，请你跟我这样做，收收手，来甩甩你的手 ，1 2 1 2，来甩甩手，来摆摆腰，摇啊摇啊，用力摇，摇啊摇到外婆桥，我是外婆被我吓一跳，还有大饼脸加水桶腰，不笑不笑，你真不笑，你不该吓他一大跳，快来快来跟我跳，跟我上上后跳跳。Funky 不一定要会跳，可是一定要会叫。如果你连叫都不会叫，那么至少让他有心跳。给我一个漂亮的 pose， Thank you。哎，很轻松，感觉达到那个运动效果。哦，想看什么了？变壮了。是，够快了。好吧，可以看。跟他运动，这整个运动就变成快乐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就是做功德，对，对，引导多少人走向健康。